我去看儿子，他刚搬进公寓自己住，独立了，挺高兴。我做了点小饼干，顺便看看他周围这些房子。你看，这是叫三米，两个连起来，翻盖的三米。这是老的两层，这个也是翻盖的三米。我发现他这条街，这是在 Young Eglinton 这边啊，地铁要通过来，将来会是一个很不错，高需求的一个区，本来也是不错的区，那么现在可能就更抢手。这一带就这样的房特别独特，典型的是这个区的风格。对面也是，没有那么大的地，这块地方过的是城市生活，走到头就是样街，生活很方便，但是你就失去了你的绿色，失去了你的有后院，但是前院你看，一上台阶基本上前院就失去了它的意义。来朋友的话，估计车要停到这个马路上了。这又是一个三米，你看，像，可以想象，十几二十年前，这个区把老房子拆了，干成三米的这个风还是挺猛的哈，不少这个样子的房子。